我都係對知識嘅追求啊，對自己嗰個嘅喺大學嘅生活啦，其實係真係讀又讀到盡，玩又玩到盡嘅，即係真係讀得又玩得嘅。我所接觸嘅香港嘅大學嘅學生咧，唔係每一個都係，不過有唔少人嘅風氣啦，或者有個錯覺咧，係覺得入咗大學之後係唔需要讀書嘅。考試嘅時候先讀下啦，我已經捱咗之前又會考有 A level， 而家就叫做 DSE， 應該入到大學咧就盡情咁樣咧係去玩課活動嘅。所以好多人咧好自豪於自己嘅主修係課活動，副修先至係讀書嘅啫。咁我係覺得咧呢個係比較傻嘅諗法，你周圍嘅人可能都會咁同你講嘅，但係到最尾你到你出嚟做嘢嘅時候，譬如而家我作為僱主，見到好多人其實即係好似讀啲科好不容易考咗入一間好嘅香港嘅大學，讀一啲好難入到去轉修科目咧，其實我覺得點解好似寫嘅仍然係咁差啦？同中學嘅公開考試係個程度好似冇進步過啦。就因為我諗佢讀大學嘅時候，佢冇乜對自己有要求啦。而我亦都覺得，即係可能有部分嘅教授咧，亦都覺得你咁大個人，你自己決定啦，走堂就走堂啦，咁就冇乜都話有個課室嘅紀律喺度嘅。我自己都喺香港大學度教緊，一年教一個學期咁樣啦。我係用翻美國嘅做法嘅時候咧，我都係覺得即係要用翻嘅就係你要睇曬。我 assign 俾你嗰一啲嘅textbook 先至嚟上每一堂，上堂嘅時候咧就要有討論。如果我 call 你，你唔識答嘅時候咧，或者你因為冇睇書而求其去答嘢，我叫你唔好答嘅，你會覺得好尷尬嘅。其實同埋課堂裏邊一定係有嗰個嘅紀律喺度嘅，因為係大家一齊學習，所以個學習氣氛我亦都覺得係要對學生都有要求嘅。等於在中學裏面老師對學生都有個學習的要求的時候，其實 學生就會跟著個老師的要求是做得到的。所以我想這個是我自己 的觀察上面的差異，就是對學習的追求呢，在美國特別是一間咁 top 嘅大學咧，每一個學生對自己一定係好有要求噶啦，對自己都會好有壓力噶啦。咁入到大學嘅時候，學校嘅氣氛亦都係冇放手嘅依一樣嘢。你入到嚟大學，你仍然係要讀咁多嘢，睇咁多書。咁你嘅對手都係咁 top 嘅時候，都係咁有準備就去上堂嘅時候，你係不敢怠慢咯。我想第一件事就是你首先要覺得自己不足先啦，覺得自己其實是很不夠啊，很不掂啊。但是這個很不足的感覺不要太過淹沒到你會變成自卑，就一於反正我都不得的啦。OK， 那不如就繼續起下去啦。不是你一發現自己不足，你就即刻開始在那個位置那裡去加倍努力。甚至乎是即係呢個叫做咩咧？用多啲時間去專攻嗰樣嘢。我以前我中文係唔得嘅，基本上我係專攻英文嘅中學時代。咁之後出國讀書同埋做嘢，我係一路都唔需要掂中文嘅。咁啊，一路去到差唔多30歲嘅時候咧，我都覺得呢個不足咧係要面對。其實好早已經知㗎啦，你始終都要用中文同翻人哋去溝通啦。即譬如你頭先你見到我講99%嘅嘢係中文嘅時候咧，以前我講唔到嘅，我係要夾雜好多句，仲要係完整句子，但係用英文去講咁樣嘅，因為腦裏邊基本上因為已經潛咗入去一個英文嘅世界嘅溝通嘅世界裏邊，但逼你自己嘅時候咧，首先就係我就不如寫中文啦咁寫中文冇理由仲喺度寫。即係英文嘅評論㗎嘛，因為廣大市民都係睇中文報紙嘅，我覺得。於是乎我就開始寫中文嘅文章啦。咁我覺得開頭係好艱難嘅，基本上到而家我都覺得有啲艱難，因為睇唔夠中文書啦。但起碼你叫不足嘅時候，你咪開始去根治呢一樣嘢咯。
開始我睇翻好多中文書啦、報紙啦，即係總之將琴保住，保得幾多就幾多啊咁樣，咁啊不斷咁樣練習，咁所以即係都可以，你話都可以寫到專欄喎，都可以出到書，咁依樣嘢基本上就係、如果我都得嘅話，咁其實你嘢都得噶，任何人都得，因為我真係唔睇中文書乜滯嘅，所以呢一個嘅學習嘅態度係終身咁做嘅，唔係就係話中學嘅時候先至咁樣嘅學習嘅態度，因為你畢咗業之後出到嚟社會工作，你更加睇到自己嘅不足嘅，你係赤裸地睇到自己嘅不足嘅時候咧，你好驚會遲嘅，但係永遠都唔會遲嘅，你就係即刻做嘢啦。你一發現自己不足，即刻做嘢，你係用快好多嘅時間去學嘢，譬如你而家學翻中二嘅數學啦。你而家你心智成熟咗一啲啊，你嘅專注力好過你中二嘅時候咧，中二可能用一年嘅時間學過一堆嘅數，而家可能你只不過兩個月嘅時間，你已經追得曬嘅啦。所以你肯追嘅話，如果你話唔係啊，我覺得我係中四，但係我啲成績好似停留喺中二嘅話咧，你一個暑假可能已經追得翻，或者係連續幾個 weekend 馬不停蹄咁樣去做翻啲習作嘅時候咧，其實你可以追得翻嘅。即成功是你可以怎樣令到你的生命怎樣去感染到其他的人，令到他們的生命都因為你而他重新反思，咦我在這裡在吃的，咦我在這裡做一些壞事的，或者是咦我在這裡是一個廢人來的，或者是其實我都是一個迷惘的人，不過因為我聽完你講完一句說話，或者看到你做一樣的事之後，令到我發現，我不需要咁迷茫嘅，我都是可以出到一分綿力，我都可以發光發熱嘅。咁嘅時候，無論呢個人做嘅嘢，佢可能係冇知識嘅呢個人，可能佢冇技能添嘅，但係佢就係佢睇到出嚟嘅嘢係可以感染到隔離周圍嘅人，係開始睇翻一個陽光嘅世界嘅時候咧，我已經覺得呢個人係了不起嘅，其實。但是他可以寂寂無名的，他真的可以盲字都不識多一個的，那難道這些人就是失敗者嗎？今天的訪問完啦，很多謝何女士你接受我們的訪問的。 OK， 多謝曬。何正瑩 Ada， 哈佛碩士生，有中環精英不做，走去屯門做工廠阿頭，聘用被社會遺忘的老師傅，幫助他們以手藝積出尊嚴。除了毛三廠，他又突然監製音樂舞台劇，還找一班被標籤為不用心上堂的學生擔綱演出。兩個半鐘頭的舞台劇，觀眾流了半場眼淚。我覺得精彩和豐盛人生就是你讓其他的人的生命都可以得到一些的動力。工廠和音樂劇其實都是希望去改變生命，人的尊嚴永遠是重要過錢的。種種的不可思議源於 Ada 愛守護人。我覺得幫人咧，其實都係幫翻自己，因為見到人哋開心咧，係自己好有滿足感，係上癮。